老婆，这是我的小野人，谁来了？很辛苦啦，以前啊，这个Kid 都是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比较没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野生动物，只有 Rita 养得起，哎，真的，好，养得真好。这石头花了我那么多钱哦！哎，救我啦！他快紧张死了。会很顺利，会很顺利，真的，绝对顺利。停下去。对啊。OK 的啦，帅哥只扣这个。OK 的啦，都背好了吗？我全部忘记了。你对着我讲一次。练习一下，练习。在一起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就很想娶你。我们从来不吵架，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一定会牵着手，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一定会亲一下嘴巴，帮我分担很多我生活中的大小事。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被照顾的人，我是那个最幸福的人。然后你跟我说你是你爸爸的心肝宝贝，可是我那时候想跟你讲，你也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爱你的程度跟照顾你的程度，甚至超过于照顾我自己。我会好好照顾你接下来的日子，以及你的家人。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大声一点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最后跟宝宝讲一下话，其实本来求婚打算在国外求婚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老实说就是等不及要娶你，太想把你娶家娶进来，这样拥有你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。我很怕你被人家娶走，所以赶快把你娶进来。爱你。要训妻，又来了，真的要训妻，怎么训妻？他都说我是他的天呢、欸，哇塞！我今天讲，对啊，我今天讲啊，你是我的天，是古天乐，好不好？这样超开心，我没办法回复他、啊，因为这样很开心，因为他就那个啊，人生就胜利组啊，完美啊。没有什么，没有啊，没有昆达，昆达，你说他丑，然后说啊，好好笑，啊，没有人觉得他丑、啊，没有攻击点，没有攻击点，真的，而且也没有装扮到，你们都梦到他一辈子好命，偶像，哎呦，有这种命，有这种命，就只有你有，我一开始也有一点，有点，这句话有心酸，因为从后面，我一开始也有一点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从入演艺圈来？就是一直做偶像到现在还是偶像，还是可以让他。我有一次试着在转换跑道了。现在帮你们分队，好，各位来，帮我们分。你们开心。我觉得就丁丢哎，就丁丢哎。黄队应该是我了吧？不确定。OK， 还是黄队不见得是你呀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可以穿好看的制服喽，可以穿好看的制服喽，和美。哦
不用穿衣服，我已经在这里面了。哎哎呀，我已经在里面了。好，各位先播报出来哈。来，威廉是黑队，黑队，黑队，黑队。好，好，来，再来。郭靖，黑队。基本上黑队，不打黑队。你没有，我没有制服哎。好美，哦，哎呀，哦，梁美，梁美，梁美，美美啊，美美。那么只有谁没有拿到？我没拿到哎。在这一段，该不会吧？不要哭了，已经是八年的一个时间了。跳海啊、我们送君千里，终君一别，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是是，谢谢 Kid 在这八年来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贡献啊！如果您算一算人数是够的，哎，所以我为什么是和？哇，好感动哦！讲一下感谢的话。名次，名次啊！名次啊！名次啊！什么？什么特别礼物？为什么是和？感谢，巨大转变哦！真的要到底怎样啦？好不好？我们也希望你这个此后可以好好去履行你生命当中该完成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完成它就交给我们。好，打开。自己选择的，你自己选择的。你爱他吗？我当然爱啊。哦，啊，他爱你吗？爱到爆。哦，哎呦！上一次领到盒子的衣服，就是我那时候晋升为封面仔小队长。哦。那个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要被玩很大踢出去，结果后来他们这么一留。我就待了八年，超不简单，真的是八年，玩很大，喜怒哀乐全部都经历过，真的。今天开始，我就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，他态度不一样，不会，态度完全不一样，不要了，变得比较成熟，是不是？变得我就严格，不要太多的意见，我要把意见交给各位的队员，让你们，我要学，让你们学习的长大。现在变爸爸，他也算是你们学姐了。学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发号施令，我们听你的。学姐，谢谢，好不好？现在开始你发言。OK。吃饭。OK。吃饭了吗？可以。学姐，吃饭的。可以。学姐，吃饭的。学姐，学姐，学姐 ，Let's go。学姐。我爸在右边，我不会啦，真的不会啦。先拍一下。我刚刚已经先画了一张。画超快的。不行，我画完了。你叫我声不好意思，能像吗？还蛮像的，超像的。换，他可以唱吗？废话哦，梁凯丽都在干嘛啦？他在防你，当然要看啦。不是啊，哎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是一队的？因为我怕等下给你猜啊。不是，你知道我们是一队的吗？知道。完全不像，不像吗？很像一只猴子，不像。真的，这我不会画了，怎么弄了？这什么啦？这个斑，哦，这个斑左边。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哦，梁凯丽耶，你这样看不出来？哎，很像吧？这有点像，蛮像，是不是很像？我抓到精髓了，就是他的耳朵尖尖，跟他眉毛这样子，很粗。刀哥，你看。是你，哇塞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但我觉得这比较像你，你把头发放长就是你耶，像不像？哎，你看他画的，我觉得是比较像何美，好像涛哥哦，超像涛哥，可以耶，不错吧？帽子帮你涂点。那我要画 Q 版吗？还是我要画写实版？我觉得你可以画写实版。那我画一个写实版。再给我一张。再给你一张，我也有。廖威廉，廖威廉，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比例，有点错，但是有点像。慢了，我就问你，到底现在在画谁？好好笑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各位走了。画完了。我觉得我的效果，
谁叫你做效果的？哎，刀哥你是几岁生小孩？我小孩七岁，应该是三十六吧，是三六三七的时候。那你想要生男生女生？其实我蛮想要生女生，但是通常女生都比较像爸爸啊，女生都真的通常比较像爸爸。我想要生三个，蛮多了。感觉你很适合生三个男生，野人对吧？你在哪里做三？老二，那你嘞？老三在哪做三？回家的时候，水啊，爸爸回来了，水啊，儿子，爸爸。哥哥打我，还不打去了？不要，爸爸，这个家待得下去吗？八周年，太热情了吧！二姐弟弟，先跟宪哥一起提升环保很屌哎！对啊，永远会记得这一段的 memory。每次我们三个第一次环岛，好野哦，我们好野哦，好漂亮，哇对。其实重心真的要有伴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啊，没错，对的。报名表已经交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上课。那对于这种机械型的东西呢，我觉得我是学习的过程中我是蛮开心的。那你有把握第一次过？哇，你还很大。我们先来适应一下哈。教练，你觉得他这样子非常 OK 啊？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很 OK， 尤其是平衡抓得还不错，抓得很好。希望那个考照的时候会考过。今天我们要上的听说是比较进阶的课程，会教一些你们基础路上会用到一些基本的转弯，是让熟悉一下车子的倾角跟跺脚的使用，最主要是不要拉车子，不简单呢。可是就是有点改变了以前骑摩托车的方式。啊，一定要过啦，一定必须得过。有点紧张哎，对啊，要过呢哈。是，就是你们这些人给我的压力。相信他是可以的。虽然说我昨天在跟他聊的时候，我吓他，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容易。你在看我笑话，这样我压力很大。没有，我来看你要帮你庆祝的。这样是开始的意思吗？七，过，第一关过，第一关过。哦，很大力。完了 ，OK 吧？突然那个空转的声音吓我一跳。紧张死了，一直在跳。谢谢，谢谢，好。顺利考过好吗？快耶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还在抖。我看到你在抖，他刚跟我讲话的时候嘴巴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这是故意来上课，是看我不要紧张啦，来帮你加油打气庆功，顺利通过。到了，到了，他们在后面，这里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宪哥太快了，太快了吧！我们这里合照一下，这里合照一下。宪哥，让给我们30秒。怎么样？腰太酸，腰太酸了。哦，你们看这个，这一个有没有？啊，有，我有看节目。对，你们两个来看一下，就这一个。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个就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整个全台湾到处这样绕。哦，去过非常多的地方。我们前面几季啊，我们是做了一个能留住一些地标。嗯，对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环岛蛮有意义的。哎，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三季就是在各个点做装置艺术，然后这个我们得把它串起来。嗯，然后那个在这个8年里面啊 ，Kid 的艺能事业一路歌扶摇而直上，对，成绩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。哎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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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亲他，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还有，Rita， Rita 在这里，这么来，快拍，快拍，这么来，太夸张了，这么来呀！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介绍，这是爸爸嘛？哎呀，爸爸啦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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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家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妈妈，他妈妈也是我妈妈，对，他爸爸也是我爸爸。哎呦，他就是我的老婆，他就是我的小野人。谁来了？很辛苦啦，以前呢，这个Kid 都是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比较没有人照顾。对不对？啊，这种野生动物，只有 Rita 养得起。哎，真的，好，养得真好。哎，养得真好。我跟很久哎。跟很久啊。跟很久。是啊，跟很久。他跟我们。你们跟我说。对。这干嘛搞成这样子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坐坐坐坐，你坐一下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哎呦，其实刚刚看到是有点感动，然后没想到那个我的那个丈人，老丈人。对对对，岳父岳母，就也特地过来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蛮幸福的，因为就是人家都很在意，比如说自己的爸妈或者是岳父岳母好不好，我的是最好的这样。哦，对，差不多。哎，这里没败，这里哈绩优股。刚看了一下哦，那个 Kid 的爸爸跟妈妈一看就知道，也都非常善良。多一郎，多一郎啦。没有他自己讲的，没有自己讲。哎，奥利桑，多一个共斗啊！多一个共斗啊！我惊你讲讲到干不老实。哦，然后呢，Kid 的爸爸啊，刚其实眼眶里面都泛着泪光，看着儿子有成就，对不对？努力有成绩啦。谢谢王很大，对，我以为宪哥生日是一件很屌事，没有啦，我们的没想到我们到花莲，你们送给我的礼物才是真正的。Intoxicated by your side, nothing in the world gonna be this high.花莲清风隧道站，耶！对啊，今天还有很棒的恳亲会，真的，好感人。其实我心里面都在压抑着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像人生就是要多珍惜，观众朋友也一样，在生哦，对起大人较友好，爱要及时，孝顺，爱要及时。Kid 也是蛮孝顺的，对，我们刚刚是心里面很感动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突然间觉得，哎，怎么多了这些家人？我吓一跳，丢啊，而且。就是都对我很好，八周年有你们真好，对对对，谢谢你们，很荣幸，谢谢，加油！我会经过我家哎，啊，真的，对啊，再跟我们讲一下在哪里？新家吗？新家叫老婆出来打招呼，哎呦，经过就好，经过就打个招呼，就是拜拜。没有啊，可以，没事啊，我们等你啊。对啊，亲个，至少抱一下嘛。没啊，都来了。就不会啊，很快啦，只有八个人，每一个人抱一下，很快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不然觉得我们跟过来干嘛？对啊，喂，我老婆这边抱。老婆，哎呦，哇塞，嘿 ，Hello， 哎，可以停下来，可以啊，放风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哎呦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妈，哎，你好，你妈妈，嘿，来看你啊。本来他不让我们来，我们说我们只有七八个人，对啊，跟老婆抱一下，一人抱一下，没有，是只有我可以抱啦。他说不行啦。好，我们要回那个台北了。黑啦。对，我们要去了。那我们就来台北了哈。拜拜。这样。好。哎，小飞哥，继续走哈。小飞哥走是？我们绕到基隆，然后再绕回台北。骑太慢。好，团长再见。好，谢谢小飞哥。走了，拜拜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好。我户林清的小窗外有一个本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，经过了70年代，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哦，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妈妈说真
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女孩。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这是晚上寂寞难耐。 Go！ 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手机单叫们只有几句消息让彼此问候，写在前未来的手。哇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很大，对。今天也我们也聊过，他龙胸口这里有一个 logo 小鬼，对，哎，对哦，我们经过两年了，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难过，但是 OK 的，我们都会走过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里也祝福你们，祝福每一位好朋友，爱你们。
好吧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爱大家，爱大家，爱大家，谢谢。在我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，最热血们是什么节目？陪我们走过这八年，一二三，做一碗好。